耶稣，真的就让这位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有人说这个人很有爱心，他是我们历史上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代表人物，他很伟大。如果耶稣真的就这样被钉死了，他顶多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伟人而已。可是过了三天之后，他复活了，也是因为他复活，所以所有相信的人都按照神的应许，我们有一天都可以跟耶稣一起复活，一起在天堂享受永远的福乐。这就是因为耶稣用他的牺牲战胜了死亡，所以所有相信他的人有一天也可以到天堂，在天上享受信耶稣带来给我们的永生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《他已复活》。